的女神李多惠29日出席品牌活动，大方分享维持甜美笑容的小诀窍，还透露自己超喜欢人气可爱角色露露米。不过谁能比多惠更可爱啦？我最喜欢多惠的配角，我谢谢。而圣诞节即将到来，被问到会不会陪台湾粉丝一起度过，多惠则万奇表示，这周结束后就会先回到韩国，可惜无法和大家一起过圣诞节。不过2023棒球亚锦赛也即将开打，12月3日举行的开幕赛就将由中华队对战韩国，至于会不会到场应援，多惠则说还不确定。不决定，我都喜欢，两边都加油。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而他最近也在 YouTube 频道推出多部台湾美食的介绍影片，一提到关键字就好激动，果然我们多惠对食物是真心的啦。那多惠是不是喜欢吃面线加香菜？好像还没有吃过阿中面。阿中面好吃。